你能找谁，你就自己联系他。好，妈妈干活啊，有事再打电话给我。听到声音那么大声啊！我都没听清楚他说啥，他那边信号不好，就听到你银行。哪个打给
什么信贷呢？就是泰国保本怎么贷款？不用还的就叫我来贷。对，没利息的找我，我找你贷。想疯了你！好，你别说什么。好哎。你在等我是吧？